等我一下哦，今天还没有去转转盘啊！各位好，等一下我先去转转盘，我们再来聊，聊。牛奶晚安，小雨晚安，Frank。BLANK 晚安，兔兔晚安，英慈晚安，要线上，够热的。今天一直在楼下，反正今天下午想开台的。今天下午家里就是小朋友比较多，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要吃东西，所以是待在楼下。对，你可以打日麻哦。我主要是比较困啊。那也很热啊！那今天也没有出影片，整个是睡死。哎呀！你转转盘，转完再来开始。感谢。还是昨天半夜蔡大突然想抓鬼，那时候半夜想说，那来开个台好了。然后后来想想说，哦，又找福谦，那就算了。那就福谦的位置又让给了我。然后算了，来不及了，那不要开好了。啊，碰到安，荣幸，生在自己爽就好，比如睡爽爽的。没办法，我想睡爽爽啊！感谢鳄鱼，感谢千年鳄鱼的超级留言，生日快乐！啊，两处看到红色的，感谢飞的超级留言，感谢港币。好运转转了，我没有转，今天还没转。不过，感谢。来了，会不会中嘞？四秒，一、二。三、四，太慢了吧？怎么跟昨天不一样？干，哦，差不多。啊，我昨天算四秒的时候，这个差了四五格哎。感谢。离开。感谢阿杯的靠腰、哦，干你妈啦感谢落雁的超级留言。吃饭加油，赶紧吃饭。好了，我们来开始吧。反正我是在找那个，那个叫啥？感谢空宇的超级留言，那个，想找那个去背的蛋糕图，可是就是刚也是陪小孩陪到，我想一下，我今天从早上十一点就在陪小孩陪到刚刚，然后我是睡到，睡到七点，那时候想说去楼下睡，就是要七点半就开始醒来了，没有睡。你的名字怎么念啊 ？LEEUNUUUNI， 看一下哦、喔。
Li Uni。鲤鱼吗？感谢鲤鱼的超级留言，感谢小月的超级留言。生日快乐！但现在还不能带你去哦。你是乌马哦，没事啦，没事啦。哎、欸，我也买卡祖笛了、欸，哎。然后买这个，木鱼。啊，七点了，我看一下光遇，等我一下哦、喔。去吃乌马，你再表演给我看，我不要，我不要。这个真的也只是拿来发声练习用的，又不是拿来吹乐器的。可是玩久了觉得很吵啊。还有这个啊，我要买沙林，不是沙林啊，沙，它是一颗蛋，然后但是它里面装沙子。啊，然后还要买一个响板。感谢紫衣雪夜的超级留言，教主大大生日快乐，教主，你骂你。感谢黑糖来吃，黑糖快点，我在烧海胆了，赶快过来，海胆，我刚到，我们来烧海胆。谢谢你的图。谢谢你那么没空还要画图给我。感谢，对不起哦。哦，还有谁？感谢竹子贤贤的超级留言，哎、欸，你真的给了哎、欸，哇哇，够了，不用彩虹，不用彩虹，你真的，你不是说你发疯哦？哇，我觉得彩虹这种东西用在女生身上比较好，你怎么弄在男生身上啊？我想说你抖一个就好了。你有裤子了，恭喜你！来啦，抱一个。感谢你的彩虹，你还真的给。然后再来是看一下，感谢奶绿的超级留言，生日快乐！你要开音乐会吗？你说一个人的演奏会吗？你是说我边吹边摇，对不对？我看一下哦。好难哦、喔！没有那个，我想本来想说那个什么怨灵死掉就这样子。怨灵被超度了，这样子。他，因为他这个东西比较像，他这个东西比较像是那种儿童给小孩子玩的。然后我要买那个摇铃，就是咪露那个咪露手上拿的那个沙铃啊。它沙林里面装太满了，摇不出沙子的声音。这个是卡祖笛哦，这个是啊。不过你等一下跟朋友玩，没关系。哎、欸，我看聊天室变得超慢，我现在，而且我现在好呛哦，热到变好呛哦。黑糖送给我蛋糕哎，没有，放这里住。你们有想看什么吗？我不知道开什么、欸，因为我现在有点不舒服，现在吃太饱。哎、欸，我想一下哦、喔，中午吃，哎、欸，不，早餐那时候就是十点吃早餐，然后中午吃中餐，然后下午吃一点多吃了一些东西，然后三点吃刨冰，然后五点吃披萨，我现在肚子就整个超痛，感谢。
你这金额是不是？啊，感谢阿长的超级留言。啊、等一下哦，我是不是应该要接音效卡？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我要接个音效卡。啊，是哦。啊，我本来要那个啦，我看一下五阿在不在，不然我关台后再来弄那个好了。弄那个叫啥？显卡我还没买，我本来想说是今天下午去下单。如果还是忘记买了，等一下哦、喔。麦克风，喂，刚刚没声，等我一下哦、喔。这个声音现在是这个，然后音讯，麦克风。么么哒，喂，等我一下，我在弄音效卡，太久没弄了，忘了怎么弄，等我一下哦、喔。控制台，我想说，嘿，等一下，声音，录制，麦克风，设为预设，白痴哦、喔，有声音了啦！我没有插麦克风啦，害我按半天。等一下哦、喔，好，就这样子。我听一下自己声音哦、喔。喂。好，这声应该可以。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声应该可以。等一下我看一下。喂，不行欸，等一下哦、喔。不行欸，等一下哦、喔。不行欸。被塞呢，等你哦。被塞呢，等你哦。那这个嘞？那这个嘞？那这个嘞？喂。欸、不行欸，他的回音模式跟我要的 echo 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听我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奇怪。有回音是正常的啊。我看一下哦。喂
喂喂，我就是想要回音很高啊，这样唱歌唱起来才有。没有，我要听自己的声音。不行哎、欸，没办法。他的 echo 跟我叫的 echo 感觉不太一样。没有，不会坏掉了啦，我弄好。好啦，就这样吧，算了。没有啦，这样就好了。我刚才听后台的声音，因为那时候我想要的声音是比较像在 KTV 那种感觉，可是他没办法。你说现在很有喜感吗？好，阿唐慢慢吃。哎呀，谁哦？刚刚抱歉，我在调这个麦克风。好，没人了。那其实，哎、欸，真的不知道开什么，要靠药的呀，对不起，对不起。好，没事，这可以有回音，我知道回音啊，记得看绿界哦。看，等一下我绿界没跳出来吗？对不起，我绿界好像又坏掉了。麻子，我的绿界坏了吗？绿界，怎么用啊？好久没弄了、喔，账户。不对，怎么钱突然变多了？没有，没事啊，没事。啊，其实我可以关台了啦，感谢大家。怎么说？就觉得最近吧，最近觉得。繁星生日大块肉。本来想斗 91.9 的，可惜绿界没有小数位 QQ。 看呢，关系像聊天室中刚是谁？看一下哦、喔、哦不，我看不到。感谢酷巴的超级留言。刚刚是谁？100块，抱歉，我要去哪看、啊？我爸爸没有啦。哦，白痴，我拉到头好痛哦。然后戴这个耳机好痛。哦，真的是。很累呢。再来一个东西是那个什么哦，是娜娜哦，对 ，NA 娜娜，感谢娜娜100块，感谢。好吧，完全都没有准备就开，今天不知道开什么。有蛋糕吗？有啊，楼下有蛋糕，可是没有想要吃，真的好饱哦，饱到有点想吐的那一种饱哎。哎、欸，韩国你惊叹号太多了，讲过几次了？看跑，账户欠打。哦，不行，我现在讲话讲太大力的话会想吐。教主生日快乐！虽然今天有想塞钱给你，但是最近又没钱，反正你九月份生日。所以九月份的时候再塞钱给你，都算成对，可以啊。当宵夜，你感谢。零元吗？
感谢超级留言。是啦，我在讲那个反正今天下午要问五啊，就是我不是说我电脑要升级吗？升级用那个，我回音会不会很严重啊？四大 echo 是正常的啊。好啦，我用这样子，就想要买显卡那些东西啊，显卡、记忆体那些升级，反正是下午要用的。那当然下午再陪小朋友，身为一个寿星还要陪小朋友很累。舌头好久不见了啦。电话。好了，妈子停了，够了。啊！麻子，我们和好好不好？感谢吗？1500就好了，你3000。感谢麻子的超级留言，感谢麻子的彩虹，感谢。等一下，我现在真的好热哦，对不起。麻子，你要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我们可以私下吵架，但是在台面上我们不要吵架。不行，我，好啦，感谢韩文的150块。我不知道你几点开，中午有给你绿戒，干就你给的啊！妈的，我姐也来了。北七了，你在楼下干嘛？是我的脑，那我要跟你讲啊。那我私你一件事。感谢水鱼的超级留言，你白痴，你给我150块，你帮我出门买多多绿没？不要，你不想回，不要这样。你是绿箭吗？他是不是不会马上显示啊？要唱歌了没有？没有要唱歌，我那天唱歌唱到，我听到有回音，可是我台面上的回音很小。那时候他有听完整个记录档，好尴尬哦。感谢蚊子的超级留言。我们来画画嘛，等一下哦。我要说账户管理，他没有码，还是你晚点教我怎么去看。我记得我上次有看到，可是忘记在哪里。好，黑糖，拜拜。我操！对不起，抱歉。可以换配件了没有？其实这些钱是可以换啦，但是我其实本来就想换了啊，规格大概也是落在45000以上。不行，我受不了这个监听耳机，要另外戴个耳机，我要换掉了，耳朵好痛。我本来想说是在用那种拍手音效啊什么音效的，但是耳朵好痛哦。等一下哦。感谢哈娜的300块，感谢感谢。等我一下，我再猜。
耶、yeah, 我们回来了，等一下。哎咻。怎么办，我好不会用哦，因为去年我好像生日也只开一下啊，我嘴巴怎么坏掉了啦啊。北七哦，我的嘴巴怎么了啊，他是不是截不到我嘴巴啊，我好像智障哦，嘴巴不会闭起来啊，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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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重开重开重开。白痴哦，嘴巴坏掉了啦。生日快乐的韩文啊，我不熟啊，要吃蚊子了。不是当然会飞进来吗？叫到合不拢嘴。哎、欸，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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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嗯呀、啊，看，哒啦。感谢 Light Chen 吗 ？GHU， 生日快乐！同样处女座，对啊，我们是处女座的最末端的。末端啊，尾端，生日快乐！今天超级留言太猛了吧？哦，对啊，自从接触了这些 V 之后，会开始刷新我对实况上的观念。嘉欣吗？感谢嘉欣的超级留言，感谢意义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来吧，我们来画画，来发发。聊天室要开吗？可是开聊天室，我这个没有设定聊天室、欸。开聊天室的话，我就不太能。等下是谁的谁的谁嘉欣？他怎么变这样子？他怎么超级人变这样子？哎、欸！哦，好了好了好了。嗯，那我摆出来，我可能就不说死了哦。嗯，新增聊天室是什么？显示器截取？不是。你让你享受一下哈基那边开台时被抖内支配的感觉。没有啊，那个是之前在那个未体验过，感谢激越的超级留言。我有在那个啊，那个叫啥啊？FB 开过台啊，浏览器聊天室确定。来呀，聊天室，来呀！感谢默默的超级留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热，好热，好热！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哎、欸，对我今天社群日抓到第四只就抓完了、欸，我这好像卷卷了哦、喔，你的啦。其实我在想啊。我一直在想，我这个 OBS 我是应该要扣掉框框文字滤镜 SAI， 想要这样子、欸。是我一直想要这样子画画看，但是他要有一个。配件哥波浪号波浪号，感谢佩林的超级留言。会换啦，就也是要时间啊，就这个。可是这个我觉得版面变得好挤哦，明明会画画的人却不去弄这个版面，笑死。嗯，打图这种打图哦，等我一下，我再看一下这种背景。好，新增一个背景。
媒体来源是，等一下，影像来源，背景确定，然后放到最下面。哦，不行，好花哦。可惜这边不能开赌盘，没办法啊。啊，明明会画画的人却不会排版，笑死人。哎、欸，麻子，啊，算了算了，反正你现在还是很生气，算了。究竟教主开完台会收到多少礼物呢？哎、欸，我下午看你在玩蜘蛛、欸，哎，可是在顾小孩，我就没办法忙好看完。哎，蓝蓝，礼物吗？礼物是帮我分担升级费用的。轩吗？朱家轩吗？感谢佩林的超级留言，感谢巧克力。Hello， 不行，完蛋了！我才刚把那个音效卡拔掉，要画画。感谢巧克力的超级留言，爱你哦。啊，怎么讲？反正今天有想要讲一些事情，但想讲算了，不想讲啊。就是一个很也没怎样啦，就不知道最近已经快两个月了吧，就是处于一个很疲劳很低潮的状态。那我也是说最近想要出去走走，就可能去台中住个几天，然后去高雄住个几天，顺便找一些朋友吧。像台中就可以去找巧克力啊、蓝蓝他们出来。那最近又在那边菜渣那边认识了一些住高雄，对、啊，一群也是很嗨的疯子，然后就出去逛逛，约出来吃个饭这样。来找你，你哪有空啊？就不知道啊，但最近就是疫情又在爆炸、啊。然后觉得啊，算了，继续在家里当个很废的史莱姆。那我们换一首歌哈。你看你都没有来我这边，为什么你会没扳手？那、啊、你等下开台也加油哎、欸！是不是觉得那边新的环境工作比较特别，对不对？剪片音乐，哎、欸，后来发现魔理花也去做了，因为魔理花其实是跟我同一起的。去巧克力家住几天，拜托。有啊，他很早之前就有说你要来这边玩还是要住几天都可以啊。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讲啊。最近屏东温度完全比不上你家的温度，什么意思？你说屏东温度很凉是不是？你用电脑复制贴上啊，那个太会搞了哦。对，我想要推荐大家看有一只动物，它真的很可爱，它叫做。哎、欸，怎么这个颜色？它叫圆棋，棋是这个棋吗？抱歉，我打个。感谢朗大大的超级留言，骂你棋一起。干嘛？
还要跑掉了啦，鱼鳍要怎么骂你？要听什么？不知，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很可爱哦、喔。我家台风天没事吗？没事啊。感谢懒懒的超级，你没钱，你不要再乱花了。对啊，你们有没有想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不然我自己也想不到要干嘛。它就是一只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真的很像史莱姆，然后眼睛就这样呆呆的。它是这样的一只鱼哦、喔，真的很可爱。它有小手手。骂错了，我都骂啊，白痴，不是白痴啊，他自己电绘板坏掉，要买个电绘板没有钱呐、啊，这不骂吗？欠骂、啊。你生日想要贡献一点点？没有，你上次你刚刚给我回收赖的讯息，我就很火大了。反正我几岁了？三三了吧，33岁了。怎么加入巧克团的？主要是之前有一次是，也是，怎么白色框框、蓝色框框？等一下，我先把这蓝色框框处理一下。巧克团哦，就是因为有一次，那时候还在街面一的时候。然后巧克力刚好找人的时候，刚好找到我。那时候也是正准备开始，就是开台玩游戏之类的。那他就是问我说要不要一起玩，我就说好啊。才认识了团团、雨月他们啊。感谢奇哥的超级留言，奇哥好久不见了哦。你没在玩光遇了？你以前还会骂巧克力耶？我现在还是，我现在也会骂、啊。我现在还是会骂，只是骂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巧克力真的就是新手，就很欠骂。那可是他真的是学得很快，就觉得说已经没必要骂了吧，因为自己也很多比不上他，也没有所谓的资格在那边用那种管教的方式在骂。因为之前怎么讲啊？那时候巧克力真的是太坏了，我巧克力很少对我恶作剧啦，是讲是真的。看不出来，因为平时我都戴口罩啊，不管是在团团那边还是出去玩哪里，我几乎除了吃饭喝饮料，对，这就吃饭会拿下口罩。我在室内还是照样戴口罩啊。突然多了好说扳手。他们就该出现啦、啊、他们老板在开台不是开台，那老板生日那我觉得最好笑的不是 Minecraft 是 GTA。 那时候巧克力真的是效果做得很满很足，所以那时候其实跟他玩 GTA 那时候玩的是很真的是笑到很嗨。我可以露脸吗？我不想要，不想要。哦，对啦，我想说，我想要做，想要回去做一些贴纸，就比如像最近我不是也很爱画鹅蟒耳屎的吗？就可能画个鹅蟒耳屎的，就都是萝卜的啦的贴纸。够了，老居够了，你已经送我生日礼物了，给，够了，
那老居的彩虹就这样子了，够了啦！老居送的我礼物已经超过彩虹的钱了吧？哦，再来那时候就是也大家都知道开学了啊，感谢老居的目前黄到黄色了，哈哈，卡住喽。然后就是开学了嘛，那时候月初也讲了，就是才开学几天而已，就后台的收益就掉得很快，掉得超级超级快。那时候在想说，在暑假那两个月，应该说三个月吧，因为疫情嘛，暑假有到三个月，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被后台收益给养坏了，就觉得说。那个数字很漂亮，啊，可是现在又降回去原本的数量，那个后台又觉得很难过，然后导致就是最近可能主要心情不好，应该那个关系，因为虽然说 FB 那边我也是可以过去，但就是也还好，目前还没过去啦，就真的要开台只剩下晚上可以开。那可是如果晚上开台，我又怕时速不够，所以就如果那边给的钱真的很多的话，就会开始就动摇了啊。只是目前真的还是想说先缓缓，不然你看哦，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了，那电脑桌的温度还在32、33。感谢小龙的超级留言，感谢樱桃糖的超级留言。哎呦，光玉还是有跟你打招呼哦，然后我才知道你是马来西亚还是香港人。哎，被断掉的彩虹，够了啊！还好你不是从红色开始，哎，红色开始我喊够了，应该也是来不及了。你可能就会把反正这剩下的钱都很便宜，你就会剩下的撒一撒这样。好啦，你要玩就玩啊。小鱼知道这件事情吗？小鱼如果知道的话，那你就傻吧。小鱼不知道的话，你说，哇靠，你又花钱在这个男人身上，你都没花什么在我身上哎，这样子的。哦，对，继续。香港人在英国哦，感谢志毅吗？凡凡生日快乐！你有没有印象，久远 CWTK 有一个一直对你笑的怪人？有。不是啊，我跟你讲，我不止 TK 有遇到怪人，我 TT 跟 GWT 都有遇到怪人，很爱很爱对我笑，一直都有遇到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因为我脑袋里面有七个人选，我刚才在算。看来是经过同意了。我觉得是啦，毕竟怎么说啊，我的绿界叫我掉出去了，好，我登出。绿界叫我，说我挂网太久了。七个人选阿杯，没有，其中一个是他，其实每次场次都有遇到他，那他傻笑傻到。不是傻笑，是笑到让我有点很不舒服。其实每次看到那个人，我都会很想要避开他。就是他，其实他也很热情，但是就觉得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的那种，懂吗？没有恶意，就只是想要，就是很崇拜你这样子。感谢老居的彩虹，还有麻子的彩虹，跟竹子咸咸的彩虹。感谢灰灰的超级留言，你会继续潜水的。好的，痴汉笑吗？对，不是对啊，靠腰啊，也是啦。好，竹子拜拜。嘿，对吧？啊，最近其实就是因为虾皮那边真的我该更新了，而且我赖贴图也该更新了，只是。目前想不到要做什么东西，
那可能是类似我看过杰克本人露出微笑的。哎、欸，你这样讲有点像哦。杰克有时候就是很尴尬，或是一些不知道怎么笑，他就会笑得很猥琐，很好笑啊。想要画自己感觉的耳蛮耳屎的耶，可是画来画去就觉得画不出来。就想要试试看那个 iPhone 吧， iPhone 它可以印贴纸出来，可是印贴纸出来还要自己裁切，它没办法就是帮你弄好这个。教主是不是看错我的意思？我再看一次哦、喔。那么可能应该就是类似我看到杰克哦、喔，白痴哦、喔，我以为是说杰克看到我们的笑耶，低能。九亿吗？哦、喔，不是字哦、喔，对不起。突然觉得被避开是自己耶。突然觉得想被避开的是自己，什么意思？我还有到台中过。你还要在台中过，那应该不是你了，因为那个人是在 CWT 的。哦，说到 TT 的时候，那时候是有一个男生很爱靠着我，然后靠到我背后，然后闻我味道说：“凡心，你身上很好闻。”我就觉得吓到，男生呢、欸？昨天抓鬼有小改可以上去，我知道啊。那个笔记本那些都有改啊，我有看过啊。教主，这里是吃土中的维恩，目前没关系，我也都是讲啊，不要因为抖内抖到没钱吃东西，我会很不开心。教主生日快乐，好，感谢电池，改什么图？我的图吗？欸，不用哦，不要哦，不要哦，如果真的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这样赶图我会很愧疚、喔。像黑糖吧，他也在赶他的学校的东西，也在画我的图，其实很开心，又觉得很内疚。抱歉的繁星，虽然白痴啊、喔，你也是啦，你没有钱不要给我钱啦。感谢塔巴口的超级留言哦，你的名字真的很难念，对不起，是塔吗？不是偷吧？头八口吗？还是塔八口？啊，白色对啊，叫你摩卡就好了哈。我刚刚小，不要内疚了，我自己想画的也有排时间啊，所以我才跟你讲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要偷偷告诉我这样子。塔八口，不好意思，想问一下，有收到我寄到信箱的信吗？那个，我可能要开 Gmail 哦。我其实很少在开 Gmail， 我都是开我的 email， Yahoo 啦。可是我 Yahoo 其实也没在用，就只是上线一直在听。感谢一万的五百万，不不不，500块靠腰。感谢一万，肝在发光了。我知道你的肝就跟小金一样。头八口，你明明就可以用15块打字，你为什么要一直给300、300啊？哦不不，300、150，讲奇怪一点，还有在化妆室刚好，哎、欸。你是在高雄场，然后化妆室外面，我们群聚坐在地上那时候的吗？那其实我印象已经快不见了，因为那时候高雄场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了吧？像本来我想说什么？
怎么说？其实本来今天想讲一些想让我自己哭的东西啦，但想想还是不要好，不要不想把气氛搞得太难过，这样子，对。可是我画画，我本来想做这个商品的，我怕画出来又反正就有二创的东西，就都常常是走在危险边缘。夜猫女仆中那次，我觉得是那一次哎、欸，我就在那一次是在那个我们外面就是群聚坐在地板上那一次啊，刚好在里面方便的那一次，那你还在后面对我笑，你很恶心哎、欸！我讲真的，你这样很恶心哎、欸。所以夜猫那时候穿女装进去那边尿尿，我就觉得，嗯，你好歹也化个妆吧，你就只是戴个假发，穿个女装而已，这样就觉得嗯。抱歉，抱歉，莫娜说什么？莫娜有说什么？我其实很想给一些比较重要的人一些扳手，可是我觉得怕聊天是太难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每次看都很努力在眯着眼睛看。没有啦，那就好，没事没事啦，没事啦，我已经两年没去了，我那时候。主要就是真的是没有空去了啦，就是专心在做频道。那你看，我其实在家也是可以到处走，那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出门。感谢艾莎的超级留言，小小心意，可以，感谢。两年没去厕所，敞称太难不好，不是，就是说，我怕就是讲怎么讲，因为我也是这两个月才开始有在看台V嘛，啊，所以有一些台V我可能会给扳手，因为那时候想说交个朋友给个扳手，可是如果真的要给的话，我给不完欸，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后辈嘛，他们也是就是刚起步的，啊，如果每个都给的话。我起码要给20个以上的、欸，我也不知道全滴滴啊，就是，有空就去帮忙挂台，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前辈好，哎，好说好说，我也不是 V 啊，我只是有个很久的虚拟人设而已啊。为什么阿杯打字一定要显示啊？好烦哦。阿杯，你打字每次都要显示欸，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是很欣赏我哦，拜托那个谁，其实就是你从之前就很努力也在帮你弄一些东西啊，啊，知道你后面开始转做这个的时候也在努力帮你啊，也不是半 V 啊，就是啊，毕竟这版就是都有个人设啊。应该是看到一半看了进来，跟你隔几格，那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呀？啊，我专心尿尿，我哪会乱飘？谁看谁在嘛？比大小哦。对啊，摩卡很有趣啊。是怎么讲？每个台都有它的特色啊，只是说那些特色有没有被看到啊？还有看到就留下來，像谁？麻子吧，麻子还在吗？像麻子，其实他的台也很好笑啊，我觉得他声音好听嘛，然后唱歌也很好听，很有他的特色。然后整天在他的台那边打炮啊，那边开战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他的台就是很轻松，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在楼下想休息，都会开着麻子的台。麻子不见了，不好了，不好了。你还不会收房间？收什么房间？你房间还没收完呢、喔。你上次不是收房间，收开台整理房间？你又要叫繁星前辈了？也不是啊，怎么讲？我们这是之前就在做的啊，他只是
一大堆人开始陆续露脸，啊，我还是觉得对自己的外表没什么信心嘛。中午的三档歌围超强的，我没有追到，我想听，叫小朋友安静一点，一直拿球丢我，我会丢回去啊。生日快乐，感谢加蛋啊！我等一下关台后，我要去补他的档。可是他三档歌回，我很怕我点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没了，你知道吗？我们继续画。搞什么啊？我本来昨天想找时间画那个今天开台要用的封面啊，或是桌上的蛋糕啊，或是贺图，可是我真的好不会画自己要的东西耶。像你看画给，虽然麻子说我画的那个豌豆还是什么吧，很随便，可是我说哎，欸，那个不是随便画出来的，欸，那个其实比至少比画给我自己用的图还好，我要用的图才叫随便，欸，随便。嗯，生日快乐，感谢。没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全辈超会画画的，拜托你也会画画好不好？甩在那边。哦，本来那个谁，这个上个礼拜的那个，欸，还是上上礼拜喵哈约的那一次，有想要找你，可是想说那边一大堆都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你想要拉你进来不认识，感觉怕怎么讲？怕太陌生吗？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朋友都从陌生人开始，只是就是七八个人都是同一个，都是大家认识的。就一个人不认识的话，只认识我，变得说我一定要一直照顾到你，怕你被冷落还是什么的，我很怕这种事情发生。就像很多，哎，可能聚餐就带你出去，可是你就跟大家没话题还是什么的，就只能跟我一对一聊天，对啊，会有尴尬呀，就很怕。突然想到，我还拿了菜渣那个 T 恤给你签名，好像。我没印象了，对不起。那些签名的东西太千奇百怪太多了，还有在充电器上面签名啊，手机壳上面签名啊，还有什么？还有帆布鞋、衣服啦，衣服有两次，然后 OEUR 的助口袋也有两三个。感谢新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有啊，鞋子上签名，我就想说你在这上面签名就不要洗，你就不能洗鞋子了。那么教主有在什么奇怪的地方签名过吗？欸，真的有一个胸部蛮大的女生叫我在她的那个胸口上面签名，我就说不行，她说那你签那个吧，背部吧。我说为什么要签前面啊？他说前面才看得到啊。我就看了一下点点，他说你签啊。我说我签后面，我签后面，我签后面。对，他那时候他是一个 coser， 然后他那时候是在他，我就说你这个衣服你不要了吗？你 coser 这个东西没关系吗？他说没关系，这个是内衣。跟那个角色上面的衣服没有相关。他怎么讲？他是这样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好了。那时候我忘记，他好像是这样子，就很像就兔女郎装的那种东西吧。然后这是肩膀，然后脖子这样子，然后它是里面有一层这个东西在，就是挡胸部的东西。我这样画好丑，
主管不会画画，这样子。然后他是挡这个东西的，那可是他挡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得到乳沟。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我不知道签哪里哦。最好笑是那时候是他有在摊位上，我那时候对他有印象，就是他就穿着那个西服，然后到我的摊位上面说是繁星哎，然后就在那，我因为我都在摊位前面站着，我说嗨。那后来他就问我说今天有签名吗？我说哦有啊，下午啊。然后他就在真的在外面等，然后就是穿着西服在那排队，就说要签在这个位置。然后他说这个只是为了那个遮胸口的，然后因为他那时候累了也没有想要拍照，他就说先遮起来，然后他说他说要签在这边，我就说不行。这种东西你没有，因为那时候是吓到啊，而且一个真的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的，然后是粉丝跑到我摊位上来，当然印象会很深刻啊。我印象很深刻是穿布偶装的，跟有几个，我记得每次场次都会有两个 coser 来我的摊位上。太凶了，很凶啊，其实蛮凶的。我还是印象最深刻就是高雄场次啦，有个那个啊，就是要等补习下班的。每次都会等他，因为每次其实我们三点就会收，我都会再演一下下，然后留一些新品给那个，就是他妈妈年纪很大，然后还陪他一起来摊位上面。有一次就是我们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哦，他就是我应该讲过很多次了，他爬摊位说请问还有吗，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已经收完了耶。然后就是他好像就是很沮丧的想走的时候，他妈才跟我说没有啊，这孩子是补习到刚刚下课直接叫我来带那个陪他来这边。那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是直接把箱子的东西都拆开，然后再通通卖给他，就是拿给他这样子。然后从那次之后，就是每次高雄场我都在等那对母女。就最后一次，不是最后一次，就是我休息这两年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那时候是那个他女儿没有，因为他说在要考试没有办法来，然后请妈妈过来，然后就东西一样给他妈妈，然后多送几样东西给他女儿，然后也在那个什么，那时候是什么东西上面，好像杯垫嘛，上面写啊杯垫的盒子上面写那个考试加油那样子。也不是每次留大礼包，就是留新品给他。有啊，我其实讲过蛮多次。好窝心，也不是窝心啊，就也知道说，你看哦，他买票只是为了特地来我的摊位上而已，那。他都已经特地进来了，然后他也没有想要逛什么东西，这样走就花了门票钱呢。那我当然就是直接把箱的东西拆开给他，对吧？毕竟，虽然那次之后我被骂了啦，就说你都已经收起来了，然后再一个一个拆，又重新装回去。我就说，可是人家特地来啊，又没有买什么东西。你有买我的杯垫，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个商品要出什么因为其实囤了这么多货，甚至想把虾皮给关了因为有时候我很怕说可能我今天那个什么库存不对，然后一个人想买杯垫就发现杯垫看好没了，那个库存又一的话很尴尬这样。感谢明的超级留言，你喜欢贴纸我在想啊，可是贴纸就是怎么说，贴纸这个东西很便宜，可是如果用虾皮的话一次的运费就60块，看这个贴纸可能只卖15块20块，你就要付个60块，就跟悠游卡贴一样啊。那时候每次只要有人买个悠游卡贴，我是说
确定这样就好了吗？20块你要付60块运费。然后他说对，这样就好了。我想啊，好吧，然后还是会偷偷塞可能 U 卡贴嘛，可能买橘色，我就多送粉红色。那如果今天买粉红色，我就多送橘色。可是现在不能乱送了，橘色已经快没了，只剩下粉红色很多。感谢石像的超级留言，生日快乐，感谢感谢。亚克力感觉不错，我是打算出这个的亚克力啦。我觉得这种动作比较多的，我会比较喜欢。不切换，我开头不叫锁。小立牌不是立牌，立牌有想过哎，可是我立牌是想出另外一种，立牌哦，可是立牌不是就要这个架吗？我当时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架，我不知道弄什么东西，我弄了半天，都又成预设的，就是那个、啊、哈记团团跟我的那个立牌哦，之前蛮想出巧克力的。但是那时候巧克力就是啊、正在就是突然就是 YT 冲起来，那我就想说怕被讲话，那巧克力那边的我就暂时不想出，你知道，就是我也很怕被延上了，因为我玻璃心了。那其实那时候巧克力的图我觉得也其实画得很好，就其实那一次的那种立牌系列，像小雨的那个我也想做立牌啊，但如果做小雨那个的话再加上巧克力的话，感觉至少还再出个像陨月啊或杰克的。可是陨月的我也讲过很多次，陨月的特色就可能萝卜跟月亮还有那个静音，而且它的元素怎么讲，代表它的东西很少。像杰克的话就很简单啊，就可能画个风之谷或者是老鹰宝可梦。岩上真的怕，岩上也是要看、欸、有些岩上就是才有曝光度。再做一次凡凡生快乐，我今天刷够多存在感凑个1000，好，感谢你，感谢。萝卜卡套感觉很可以，说到卡套我真的有点后悔画魔力宝贝的卡套欸，毕竟魔力是我自己本身私心画的，但私心画的东西就很没有那种共鸣感，有共鸣的就只剩下我团团喵哈，那其他就没有什么共鸣，其他可能就只是哦因为可爱，但是会不会买是另外一回事。隐约可以画个爸爸形象，怎么画啊？你 Q 版要画个什么形象？那时候就是有个要我画 Q 版的巨乳，我说什么 Q 版巨乳？你在想什么？你说像这样子吗？有个内内？不可能啊！你又是想到 Kikun？ 对啊，魔力宝贝不是因为那时候魔力宝贝有手游，那时候那个退群都实况组也在玩魔力宝贝，我就想说。那魔力应该可以吧？可是魔力的那张图我真的画得很满意啊，对啊，所以就跟我也讲了嘛，你一个好的人设其实就是第一眼就要很鲜明啊，那就是要有个代表物嘛，像代表物的东西也都是一常年累积慢慢下来的啊，像哈记一开始就蓝色嘛，到后面变成箱子，最后才是有西瓜这样子啊。那团团就很简单啊，就是熊猫跟竹子啊，小雨就是蜜蜂红蜂蜜啊，啊我就是兔子啊，所以就是要有个怎么讲，特色啦，
也不是说影院没特色啦，就只是没有什么东西第一眼可以联想到它。就除像想要静音一定会想到影院啊，可是像画这个立牌，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有这种很像类似孔雀这样子，你要画全部都静音，我也是画得很累。杰克、老鹰、粉红色女仆，还有宝可梦啊！阿蒙是要怎么画？不对，我们好像很久没玩太空狼人杀了吼，上次没有哦，上个月没玩到吗？是吗？好像是吗？上个月，好像有不过说真的，对月月的人设第一印象就是他头上的面具。对啊，就早期我懒得想人设，都是帮菜渣他朋友就直接加个面具在头上，或是加个一些配件在头上，就这样而已啊。可是这样怎么就是围绕在后面这一圈就很难啊。有啦，有迷你萝卜，就萝卜啊。我是想到萝卜第一件事情，也不会想到愉悦啊，可能就是我啊。我铅笔盒啦，要给我的、喔。等一下，我在回哈记。好，回来了。哦，迷你萝卜是说太空狼人杀哦。月月的萝卜有萝卜刀，我知道啊，就是他有萝卜火箭，不是吗？没有啊，现在这个只是乱撇啦，只是撇个好玩而已。不然我现在没事做啊，不然玩日麻哦、喔，玩日麻没办法、啊。麻子，你在不在啊？好啦，其实麻子，我。这两个礼拜都在休息呀、啊，我这都在休息，没有在干嘛了。日麻的话想加加，没有，可是玩日麻就真的完全不能看聊天室了。看我，虽然我已经前面开了多久，1个小时。哦，说到生日愿望，去年生日愿望许了什么？好像也没许什么，就只是大家健康、平平安安这样子吗？环子是雅思吗？应该不是哦。有团子出现吗？团子应该是诺英那边的吧？哦，白痴哦，你是说那个吗？那个谁，音乐台的？特色吗？好，空宇晚安。我西瓜来了。
不然我们开到等超级留言的那个置顶结束好了。我记得1500好像15分钟嘛，是吗？还是30分钟？哎、欸，不对哦，我突然看到阿长的，抱歉，好像不行。有什么啊？其实真的生日我年纪到了，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过哎、欸，因为之前生日也没有，也、欸、好像有，好像之前生日都是跟像阿米狗或者是巧克团，或是也没那么多啦，白痴哦、喔，就是都是刚好是在那个其他台结束后的生日台啊。对，我看到阿长的6666了。我说阿长，他也是真的很可爱。他虽然真的是人在闪闪那边，心真的在我这边，就是蛮窝心的啦。怎么说？他就是，怎么讲？当时也是因为他是学生，也没有空，不然我一直想要给他扳手，因为其实他。他怎么讲？他很有当管理员的资格啊，可是那时候就是在甄选的时候，他也没有来报名。他没有来报名，他那时候就是在用大学的东西。那直到有一次在闪闪台看到阿长出现的时候，我说你怎么扳手？那时候姐姐给的，我想说哦，好吧，就觉得说很可惜，因为如果。虽然我跟闪闪同时开台，他会来看我的台啦，但还是会顾那边，想说就不要给人家太多的压力什么的。你说阿长，对啊，那个长颈鹿，所以我也蛮常很私心的。666是5小时还是4小时？有那么多吗？你看我惊讶到嘴巴都不会张欸，不会闭欸。欸阿长在嗨。有种被抢走感觉，是啊。要我还是繁星。但是要我啊。我还要4小时欸，哇，那我要玩什么？我会死欸。开到半夜吗？哦对，我要问诺英欸，因为他有约我半夜要。我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欸，问一下他。欸不对，应该是明天，那管他没关系，反正我不会开台。1500小时，有听到我打哈欠了吗？行啊，开太久了，没办法，我今天都没有睡。我想说，我本来是想说开个半小时，跟人家讲说生日快乐，然后就关台了。我怎么知道？要是半夜还有人抖红色抖那怎么开台睡觉啊？我在开玩笑的吗？对不对？我在跟你开玩笑的吗？哎、欸，马田在吗？那个播放工具好像坏掉了，没有自动播放。我刚刚点我刚手动点第二下了。哎、欸，五啊！那个电脑配备的，可以帮我，我要下单，不是我要什么，我要下单了。我本来是这两天想要用，然后想说在生日之前，货就到了这样子，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等等4小时快结束，我再续费3000好了。那我就跟你讲说，我先关一下台，我再开，然后开个睡觉台。你才刚刚问你，因为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购买的网址连结啊。哦，真的吃太饱，好不舒服哦。无限延长直播时间，真的会死哦。而且我其实早上，我本来也是想开个台。
然后可能就聊天台，我自己剪片陪你们聊天这样子，好像会跟允月的台冲到，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啊，顾小孩真的好累哦。话说，繁星前辈有打算经营 Twitter 吗？我其实没有欸，那时候有之前是看一些 coser 还是什么的，他们会把那个什么照片放在 Twitter 上啊，然后每次说都说要什么登录账号才能去看，所以才会用 Twitter 啊，不然就是有些人画的作品是这样子。你是打哈欠真的没问题吗？啊，我就说从早上七点醒到现在哦，好累哦。在家我就说不会啦，不会啦，我也是。他们也不希望我这么累，只是给个心力而已。我本来之前也有想过说，人家的上面的那些钱都在啊，如果你这样关掉，觉得很不好意思。每几分钟就打一次哈欠，没有到几分钟吧？我开到现在至少只是打四次了而已，哎，单日上线。怎么上线？单日上线7500，有吗？不是10000多吗？干 LAXUS1376，你13月76日生的、喔，感谢超级留言，生日快乐！啊，一周上线是20000哦。哦，单日最多7500，哇哦！哇，那刚刚是怎么抖的啊？它是很多卡、喔。嗯，最近已经抖过了，要省一下了。哦，对，我要感谢你，感谢你送我那个 DC 的会员，谢谢你。我这个来，我教大家一个很不适合我做的事情，就是啊，我先画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嘛，这是你的脸，这是眉毛，这嘴巴。然后你们现在比比看，就是你们的，我再新增一个图层，你们的眉毛到嘴巴是不是一样长？你们先量量看，如果一样长的话，表示你是帅哥美女。这样子，眉毛到嘴巴，这样子是不是一样长？如果一样长的话，就是帅哥美女。那先这样子讲，对。那下一个动作是眉毛到嘴巴的时候，你要马上把手放到下巴，这样子，懂意思吗？就变成这样子了。我那时候在抖音看到，就是他是这样子，然后其实他手是往内弯的，就不是比一个七，是一个往内弯的，懂吗？就是说。你先跟别人讲说你的眉毛，因为我现在不想露，我真的还是不想露脸。我本来想说是要开视讯表演比较好玩，就说你知道，现在讲很严肃，你要这样子，你知道眉毛到嘴巴如果是一样长的话，表示你是帅哥美女。那你就在比的时候，比到这边的瞬间，马上放到下巴。懂吗？懂那个就是很撩妹的那种感觉。哎呦，我说帅哥美女啊，生日难得溜一下，不行，不可以。我现在脸上痘痘还是很多，我昨天前天才去看，你照做了，白痴。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讲的这都是干话，你们不要跟着做啊。
你们跟着做，我会很内疚，因为很多真的都是我看来的。像很多时候临场反应这一点好了，我不是很会当乱源吗？那、啊、很多时候也都是因为看一些东看看西看看学到的啊。那、啊、虽然内容都是完全不一样，就是突然觉得说讲到什么就讲什么。啊，那么多人照做，好不好意思哦。那教主一定是大帅哥，没有、欸、我觉得我真的是老了，因为那种笑起来，然后眼睛开始有一些皱纹，还有一些就是皱纹会慢慢出现。因为最白痴的是，怎么三十几岁痘痘还那么多啊？好烦哦！你也照做了，抱歉哦。我讲干话的时候语气会非常认真，不会啊。我真的不会、欸、我讲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蛮会笑的。通常教主讲话的时候都很认真。我都很认真啊，很认真的讲干话啊。前辈你超帅，你根本没看过我吧。我 FB 上没有放过我的照片啊。皮肤问题哦、喔、哎、欸、我觉得是。而且最近看好多广告都是脸上搓一搓就一大堆黑色颗粒掉下来。我都啊，我有贴给老G看。皱纹也可以跟梁朝伟一样啊！啊，我没有他的胡子那么帅啊，我的眉毛也没有浓到他们浓啊。讲完才会笑，但有时候真的是很认真啊，不是啊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这干话很认真讲出来比较好笑，可是就是不会笑的那种干话、啊。我刚讲到哪里了？我刚讲到哪里了？啊，黑糖，你不是手机没电了？我刚讲到哪里了？哦，是我没看过你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对对的广告，就是我在想，我跟老G说，哎、欸，会不会是他手上原本就脏脏的，然后故意在脸上搓一搓、搓一搓、搓到那种一颗一颗，而跟他搓出来颗粒跟那种小的石头一样大颗，哎。老人生日快乐，老你妈啦！你现在给我出门，我把你抓来开台。感谢小林的超级流，不啦，抖内，怎么是338？我怪数字，而且你这个338，你可以买我档级了，四瓶的白玉欧蕾去冰。教主现在有练腹肌吗？现在比较少了欸，现在腹肌是有啦，但是胸肌比较少了。对啊，那再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是说，如果你脸上有很多那种痘痘，是那种小脓包吗？然后挤出来是粉刺，然后你的什么嘴唇下面有一颗一颗，那个可能就是尘螨还是什么的，还要那种尘螨专用的洗面乳。我也没带多是。我家没有，怎么讲？我最近比较热，然后但是你在练的过程中真的是太热，汗流太快了。然后我在举重举大概一组，如果15下的话，我举到第二组我就开始觉得呼吸困难，你懂吗？就是没有那种，然后健身房是在冷气室里面啊。可是我家就是在烤箱里面，我这样健身，我自己缺氧缺得快死掉了。我现在没健身了啦，我现在是买器材在家里，我现在还想买第二批器材，因为那个器材我太高估我自己了。他那时候是说有分20、30、40、50，然后我一次买50的，造成说我一个杠片它一次就是三公斤吧，然后但是你一个杠片，你不可能这样子，然后用一只手这样子握嘛，你一定要两边啊，所以我就是一只手要举6，然后另外一只手要练的时候也是要举6。那如果这个的话就是 1.5， 所以它微调，这个微调成分比较高。我想说要练就练最好的，结果太高估我自己了，买太重了。
就这个我想要，就是他有送中间这个支架，就是可以当那种举重选手那种很长的，他可以这样子。我想说就是用很重，然后就不要换了。我现在房间33度啊，所以我当时应该要买这个的，这个微调才比较好。不然我那时候想说6公斤我可以了，我想要再加一个，可是加一个我加在这边就变得说，有点难维持平衡，因为这边比较重，这边比较轻，势必就是说这边还要再加一个。结果12公斤我一只手就举不太起来了，我想怎么办，我不是再入手一个。我不壮啊，只是 有肌肉线条而已啊，我不想练太壮，太壮好恶心啊。瘦你个头啦，瘦比杰克还壮好不好。这么热很容易烦躁吧，很容易啊。所以最近那些巧克团或是 Amigo 没参加，就是因为我怕太热可能影响到其他人，我就是忍痛 pass 嘛。不然看着收益慢慢掉下去，我也很难过。来下一章，我们来继续讲故事。然后怎么干话？你们要什么东西啊？我这个是我密码填好了，马填马填马填。广告那个今天好像没有掉。现在有看到菜渣本来有在那个他的 DC， 我以为他要开台，然后马上想说看一下，你要开的话陪他开。结果啊，好像只是玩游戏而已吧。鸡，你那个我没有要中，我没有勉强自己，我有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不能那个啊，我就只能那个再买一组新的。啊，网络上有一种就是它已经是准备好了，你只要在这边，它是这样子一组。啊，他只要在这边自己调数字，你只要这样子举起来就好了，就不用说像我上一组这个的话是，你这个他前面有个螺丝，你要把螺丝拆掉，然后装新的钢片上去，再把螺丝锁上去，这太久了，我觉得好烦哦，我想要花点钱就是用那么简单的。跟诺英还有什么？打嘴炮的内容吗？现在比较少了哎、欸，你们有发现的话，我比较少在针对诺英了吧？就感觉没什么好呛的啊，会呛都是因为一开始熟，那、啊、后面讲说走到怕会走心的那一种，就比较少在呛他嘴他了，有吧？你们有注意到吧？就比较少在嘴他了，就可能同一组。同一组或是几个人那样子才会追，可是一群人的话就不太会追，对吧、啊？而且也怕是被讲话了。繁星生日快乐，感谢。对不起，我英文还是不太好。F U N G I， 你这个我真的不会念呢。A E I O U， 你那个 F U N 就没有啦，你这个母音就只有 I 四啊，少了乐趣。可是就是因为。有时候嘴的内容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在打情骂俏啊。好的，落叶晚安。对啊，就是拿捏一下吧，因为当时真的是嘴他嘴的很好笑，可是就是反观说，当时会嘴他也是因为想帮他把人气那个啦。观看或是粉丝拉过去这样子，啊，你们那时候也是有很多过去，也是因为我们的互动很好笑才过去啊。啊，说到麻子，我也很想帮麻子冲，只是怎么说，
我想不到方法，因为我跟麻子互动也没办法再巧克团啊，因为麻子他只会他比较常跟 V 联动。那一次是有一次有机会跟汪汪他们玩到，那汪汪帮他推，帮他剪影片，还会让他的那个粉丝数上来，然后觉得说，好吧，他有上来就好了。不然我觉得麻子人数卡在那边，觉得很可惜，对啊，因为如果麻子也有在玩巧克团或什么的话，或是有机会一起玩啊。那时候是有一次是有一起玩，可是我这边没开台，那时候太热了啊，是玩那个啦拉拉扯扯啊，那是之前阿米狗想玩，结果伺服器爆炸的那个游戏。麻子诺英，还有啊，他们那时候不是玩那个吗？也是阿米狗玩的那个破坏友情的，一进去就在那边大尖叫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也是笑得很开心啊。现在诺英开台都有在跟，对啊，所以其实也算是养观众了，不会说是因为今天是玩这款游戏才来看。最好就是说，是因为这实况组开台，有开台才来看。哦，你讲话口好渴哦，喝个水。双人游戏，就之前是那个拉拉扯扯啊。你担心跟我联动，哇，会不会吵架呢？我不知道哦。喵喵喵喵喵。至于下单看不要等我开台玩，我再帮你输入资料。好，谢谢吴啊。好，你希望我几点下班？哈哈。耶，我要去下单设备啦。可是我需要有人帮我装电脑，淡水没有认识的。淡水没有人会装电脑，玩超级机马直接没朋友。超级机马真的还好欸，真的会没朋友的，我觉得是，欸对，超级迷你马会，通常第一个过关在那边恶搞的时候，就那个没朋友了。我不玩机马好多年了，我是退取没开，欸刷这个就好好笑。当时我不是退取最后希望吗？那一群，所以那个不动就会死跟超级鸡吗？有时候跟观众联动都要靠我这边。那现在他们双开我变单开的时候，就交给他们了这样子。实况组，我记得怎么会装？装什么啊？哇，我现在眼神，欸对。我每次都想要画，就是我的，其实我最近的眼神都是这样子，然后嘴巴是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啊。哦，你说实况组会装电脑？没有啊，喜天没有，喜天我不熟，我对喜天不熟。哦，大概是我最近的脸了，也不是死鱼眼啊，就是眼皮很重。真的要说的话，我继续当一颗史莱姆好了。就要吃颗醒脑丸，哎，好想要哦！突然下午想要出去买红牛来喝的。恭喜生日快乐，谢谢克洛伊。
跟你讲，卡阻笛这东西，只要是你鼻塞，你理论上是吹不出来的。对不起，还是可以。都要卡阻笛啊。它就是真的是拿来练发声用的，不真的不是乐器啊，就是像我这个吹不上去，是因为我现在如果要唱歌，我高音飙不上去，就是很鸡巴。那其实这次拿来主要用的东西呢？这个东西其实你用讲话就可以玩的，有玩的乐器啦，所以它不像小喇叭、纸笛那些东西。唢呐你会吗？唢呐是用嘴唇去那个啊，去震动的那个东西啊。唢呐跟小喇叭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不是吗？不玩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吹完卡阻笛之后，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开嗓。你看，这是现在吹完卡阻笛之后的声音，对吧、啊？就是真的是练开嗓的。对，就是最后的、要飙高那边没办法，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压不上去啊。他可能是觉得说，一开始听很新鲜，可是后面听真的会觉得很吵。就如果实况都拿来玩的话，一方面会吵到其他人，那可能别的观众觉得很吵。哈哈。嗯，我们开到九点好了。啊。吹四个小时，烧香哦！卡阻笛真的有点吵，对啊。那再來另外一个吵的东西是这个啊，哦，最近也在听那个啊，那个心灰灰，外心，忘记怎么唱了，因为力，等那个666跑完 OK 的，那四小时欸。你为什么那么多酷东西？我前几天买的啊，昨天来的啊，我全部买完才200多块、欸。我还有，等一下、喔，我翻一下。我有广告，久违的卡林巴琴，等一下哦、喔。这就是我本来想说，生日前如果到的话，就可以拿来玩。而且他还真的生日前到哎、欸，等一下我现在低头，我还怕卡林巴琴坏，不啦、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这叫什么？卡阻笛坏掉，多买一个才20块啊！我还有响板。响板的声音，然后我小侄女，我外甥女儿是我买给她的，我说没有，这是舅舅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稍早说的，它是沙林，摇铃沙林，听得出这声音吗？它这个声音就是很扎实，有没有？就是里面沙子装太满了，摇不出那种
迷路得蹦那种感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摇不出来，那声音摇不出来。我的卡组底也是要换膜的啊，我有多买那个膜，然后刚刚介绍完响板，然后沙林，再是木鱼，哎，然后本来 还想买那个灯，就好像他的商场上找不到，他的卖场上找不到那个灯啊，他有卖罗拔。就觉得它太吵了，而且好像有点大。再来就是这个沙蛋，沙子的蛋，这才比较有摇铃的感觉。那最后是之前的卡林巴琴，三角铁我没买，亚西吉的我没有。木鱼的声音。不应该是很清脆吗？这个不是那种木鱼，它这个木鱼，它我们印象的木鱼是庙里面那种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对吧？然后就是这边插那个木头这样子的，然后在这边敲的。啊，它这个木鱼咧是真的木头鱼，它是我看一下哦、喔，它是这样子，它是敲这边，然后是从这边放进去。感谢姚一的姚乙吗的会员。可以当音乐老师了，我只是乱敲东西，怎么当音乐老师？对，还是真的是木鱼哦、喔。然后那个响板，我还是挑那个青蛙造型，对、啊、就是小学生用的，它的售价就感觉是真的给小朋友玩的、啊。然后它卖场的东西也都是很小朋友，所以我才说我买这些东西才加运费200多块钱。玩什么啊？你说乐器吗？因为之前卡林巴琴其实就是打单音的嘛，我没有在玩和弦。那最近在练和弦的时候会打，啊，觉得练和弦听起来好强哦，可是手脚会打结，没办法。现在这种乐器卡林巴琴，它又很便宜的哎，那个卖场还有卖200多块的。它是这个卡林巴。对啊，其实这个真的很童年啊，现在就真的还好。因为老师上线不行啦，我觉得我没音乐细胞哎、欸。虽然这个用练的就好了，但是好累哦、喔。我家的恐龙应该会直接把琴敲坏，要赔啊。
哦，卡林巴吗？卡林巴不要给小孩玩呐、啊，那个力道没拿捏好，手会受伤哎、欸。他那个，还有那时候我不是有在PO那个，因为我忘记有PO什么啊，拿温度计的手吗？有一大堆人说我的指甲好长，我说没办法、啊，因为我指甲是扁的，扁宽的，所以我抠不动卡林巴琴的弦，那个铁琴，都只能靠指甲。用指甲弹出来的音色会比较不好听，会有抠到那个抠到的声音。前辈又会画画又会乐器太强，没有啦，我哪里哪是不是眼睛看到我会画画的？你疯了吧？哎、欸、呀、啊、是没电哦、喔、等一下哦、喔。这是没有电的哦、喔。琴棋书画，你说琴棋吗还是棋琴？老天那个棋琴书画。我看还是没电的。我突然想到，今天生日，我们去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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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怎么没电了？对啊，我那时候会想要换，一方面原因也是之后如果玩那个宝可梦的那个阿尔宙斯啊，或是。等一下，这个没电了啦，我换连发好了，没事哦。我只玩三款哦、喔，怎么了吗？一款还是免费的。没有，两款免费，一款要钱，所以我才买阿尔宙斯呢。我以为前辈要去卡剑蝎拳，那个用手机卡啦。好久没开动身了，哦，想当时我们多疯啊，一群人在群组里面打字。每天讯息量也不输那个兔窝群组。音乐先关掉。生日快乐，感谢前锋。耶、yeah! ！我要去敲东西咯。说到动身，我就想起一个人，谁？走吧。我们为了个兔子差点打起来，什么兔子？
好诶，好诶。我要吹蜡烛咯。好。好。哦，对不起，因为那时候调他，抱歉抱歉，现在应该好了吧？抱歉抱歉抱歉。不要再敲一次了，靠！啊，为什么动森没有这个棍子让我打？哎，我要怎么拿啊？他没有在这边啊。冰之棒不是啊、欸？你说怎么啦？我这样子拿，我白痴哦！狂按狂按狂按！开机！哦，好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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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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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跟你讲，这些蛋糕，我家还有一大堆，我根本还没拿去送。耶、yeah ！噔噔！我那时候就是开导给人家进来抓的啊。那种长吉大兜虫，感谢欧元的不是金额。哎，你这个金额竟然不是红色的哦！哦，还是开冷气吧，别中暑了，生日快乐！支付居然不能再高了啊！你到上线了吗？感谢欧元爸爸。我试试看哦、喔，取消，等一下哦、喔，先存个档。因为那个 Switch 它不能跟手机的联动，所以我不知道我用 Switch 玩的话，手机吃的那些蜡烛有没有算？直播要加长了，对啊。哎、欸， 16,1600 竟然是紫色的哎、欸！嗨，欢迎来到光遇。只有 Switch 的蜡烛不能存在手机上的用。哈？是哦。所以是手机的蜡烛可以在 Switch 上，那 Switch 不行。这就是常常在开台听到一些奇妙的声音，这个就是光宇，然后给你们看我现在装扮。哦，咔咔咔咔咔，这个，那就很帅。那光宇是什么游戏？它其实就是，哎，它怎么扒啊？哦，按圈是不是？它就是关于这个游戏，就是接近一个人，还是88888888888这样子，这是一款这样的游戏。
啊，你们这些爱心都是你们贡献的啊！哎，千石嗨，对，方玉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哈哈。好啦，就这样子，我先关。好啦，现在去烧海胆，所以先关掉吧。所以如果对光遇有兴趣的可以考虑玩看，可是建议啦是找有在玩的朋友来带，我是当了四个多月的充电宝，所以不要来找我，我不会玩，不是我不会玩啊，我不会跑图，我很笨。哎、欸、屁呀、啊！我换手机，它画面好恐怖哦！你都懒得跑图，我现在都烧海胆啊！先去休息，等我一下、喔、我先跑一下地图。冰沙进得来吗？冰沙我们在看台。哎、欸，来了来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要刚刚开台给他们看网域。好了，我回来了，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画面，没错。哎、欸，他自动播广告不播了。哎、欸，马婷回来了，好，玩听讲讲，好，好。应该是插件但是白星教主生日快乐哟哦，谁是谁，感谢陈的500块，感谢感谢，生日快乐。最近有在拼复刻的服装吗？我换好了。我换好了。我现在在用，我在充另那个手把的电啊。好啦，那个，也是感谢今天大家的庆生。其实去年就开始不怎么喜欢过生，不是圣诞节啊，过生日，我觉得生日就是自己老一岁的日子啊。啊！繁星教主生日快乐哟哦！你是抖第二次吗？感谢陈，应该第二次吧，应该一次而已吧，显示 bug 吧。陈，你出来哦，陈烨。嗯，年纪大就不太喜欢过生日了，我就觉得怎么说？前几年都是睡觉过的啊，然后也有就是之前都是在台中过的，是这两年才在家里开台过的啊。之后生日不确定会不会开，因为生日一个人开台，好，好吧，干嘛？还是因为最近我真的是热到中暑。大不了就觉得哈，和平是一样啊，是和平是一样啊。他们在丢蛋糕给我啦，白痴哦、喔！坐下，坐下，对吧？怎么了，阿长？阿长怎么了？
你是说生日不开台你很难过吗？好啦，我开我开我开，不要难过，我会开我会开。研究所后生日是平日啊啊！研究所后生日是平日啦，什么啦？哦，原来真的是因为我没开台你很难过。兔子今天十点跑跑。刚刚应该去凑热闹的哦，很难凑吧？刚刚其实很满呢，而且聊天室一大堆，如果每个都点进来的话，大概要串个八次才会都感谢完。主要啊，我光遇的话要感谢几个人，所以先感谢冰沙吧，因为当时是在 FB 上看到他在玩，然后当时就对这款游戏很有兴趣，然后只是那时候入坑的时候是刚好一个季节已经过一半了，那个季节活动过一半，所以我们那时候收集东西的时候赶不上，我那时候就是花了一点钱把它毕业，那之后是。福袋感觉繁星会累死，福袋是什么？哦，你说 coin 那个？要光遇开台了吗？没有啦，那个 Switch 上面的，他们说蜡烛跟手机不能共用。之前是感谢冰沙嘛，就是让那是什么入坑是因为冰沙嘛，那再来就是有黑糖啊、鸽子啊，就是一堆小会师。真的都是小会师哦，他们一起来玩，所以那时候也拉近跟他们的距离，然后也知道我的观众粉丝一大堆也有在玩光遇，然后那时候也加了一大堆人嘛，就都很热情打招呼啊，送我爱心啊什么的。那这边最感谢，最最最感谢哦，其实优花，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就之前打日麻那个优花，他是因为我玩光遇之后陪我一起玩。然后他也是从一个萌新到后面会跑兔的大佬，只是他最近在休息，比较少在玩光遇。然后所以第二感谢是雨林吧，就聊天室那个雨林，那个雨林他是帮优花接手来带我跑兔的，所以有时候半夜十一点，然后有时候可能玩 GTA 啊，或是跟他们玩抓鬼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认真，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被带着跑图。有我还没解锁吗？你是说抱抱那些吗？当然啦、啊，这边你现在看到围在我身边的几乎都是这两个吧，一个矮的是冰沙，高的叫黑糖。哎，那就是谢谢这两位一直带我跑图啦。可是优花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聊天室。因为他那时候打那个打疫苗的时候，当天哦、喔，当哎、欸、那两天一直都是忍着痛在带着我跑的。哦，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又有他一定要每天都拿完那个上限，他才愿意休息。我就每次都跟他讲，没关系啦，那个不要全部跑完啦、啊、不要太累什么之类的，但他还是很坚持跑完。大概是雨林吧，雨林他要上，他还是学生，要上课要补习，所以他下课时间都是11点，所以我都会尽量在11点的时候，尽量不要忙其他事情，就是好好盯着手机画面。就是怕如果有断线或是什么东西的话，可以马上就是回应他。不然多可能抓鬼吧，可能我们在跑鬼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断线就耽误到他早点休息的时间。你都佛系跑图，我们现在比较佛系了、欸，现在真的都是主要是靠海胆。怎么讲？那就是主要是。
开学了吧，大家也都很忙，所以我才会说啊，下一季有可能不想玩那么累，就是靠氪金了，氪金氪到毕业，不要跑那么累。不然其实光遇真的很棒，只是他的每天如果真的要跑图的话太累了。也可以跑半个，我觉得跑一个小时就够了、欸，一个小时拿个15、16个拉就够了，拿完20个要两个小时太，真的也太累了。你每天复刻蜡烛还是见底？他这两次复刻真的太恐怖了，好不好？给的蜡要的蜡都是破百、欸，快200、欸。第一次那个是多少？190吗？190、170。然后电视的裤子又要200啊，这次又要100、150、160，还多少？你每天跑20，我们当时也是啊，可是后面真的是越跑越累，我就没有再跑了。啊，我现在的造型就是一个。是我，这次你直接放弃了。这次的裤子，你现在是放弃哪一个啊？电视还是这次的裤子？这次的裤子真的也是蛮好看的啦，可是毕竟还会复刻嘛。你在带人哦、喔，哇，你那么强哦、喔。这次要205，哦，你说总共哦？对啊，你不觉得他很过分吗？他在出剑士之前，不对，那时候剑士可以开始换的时候，那时候就下一次复刻就要190了，不是吗？我们蓝红毛茸茸超赞，我想要红色的，不是，我现在比较想要阿努比斯面具或兔子面具。为了剑士库放弃复刻啊，我觉得是值得啦。而且你看，我们这些剑士上面有的剑，我们也打不赢皮皮虾，麦克冲阿小。刚下班辛苦了，好了，海胆烧完了，来介绍一下那个穿着那个小王子。披风的叫嘉欣，然后矮的叫冰沙，高的叫黑糖。阿努面具超赞的哇！不过应该我有跟那个雨林说，如果有兔兔面具之后，我想把我的身高压到变矮，维持在10到15，对吧？10到8之间吧，我觉得那身高比较适合。菜什么？嘉轩，我有念错吗？不是嘉轩吗？我说谁？不是轩哦、喔，你那个叫念什么？对不起，我一直念错、喔，我一直在念错、喔。我是很想赌高啊，赌不高。嘉轩，对啊，嘉轩啊，我念错吗？之前差点零号身高。哎、欸，可是零号身高跑图很跑那个试炼跑很快，对啊，不是轩吗？一个车一个干呐、啊。您氪好多了，我觉得我这次真的要氪了、欸，
不然真的太久了。还是你耳包吧。然后下面的蓝色框框一出现，靠腰。好啦，大概就这样子了。所以我本来是想玩一款游戏，那款游戏类似 POE， 我现在还没有玩，真的好累哦、喔。等一下，我出一下事情。之前左下会显示到此。零号跑土是爬墙超快。对啊，我现在，而且现在土司练那个好容易碰到上面就掉下来哦、喔，就回到那个蜡。我也听成加薪哦，我说加薪哦、喔，哎、欸，好像是哎、欸，对不起，我刚讲加薪，对不起，加轩呐、啊，抱歉。啊，我的手机啊，掉了。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个，抱歉呐、啊，那个这次生日台可能很没有诚意，抱歉，背景也没弄，封面也来。冷气前不会啦，应该就搬家了吧，搬出去住。没有啊，我手机接住了。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那明天轻松高效见咯，感谢。谢谢麻子，谢谢长颈鹿，拜拜阿长小鸡，还有竹子贤贤。的彩虹跟大饼，也感谢今天有给我钱的，让我可以负担一些换升级设备的，谢啦。搬家前吗？哎、欸，至少搬家之后，我可能就会开始说什么，生活费，然后放个进度条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的，不然出去开销真的很恐怖哎、欸。感谢啦，谢谢大家陪我过33岁的生日了。33岁，33岁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你们那些高中毕业的，我多活你们一倍的数字哎。你看你们那些16、17、18岁的，我已经快多活你们一倍的数字哎。以后打工就会懂。等你有多的闲钱吧，没有闲钱的话你抖了我会生气。33对，反正33度。老人啊。老了，好老了。哇，好多人哦、喔、我靠，是三小。有听到吗？在光雨里面弹生日快乐歌，雨娜也来了欸。好了，关台了，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倒数10秒钟，你是闲钱，不要生气，不是你的闲钱太闲了吧？我这24，你是24年都在看我开台吗？好了。大家晚安，拜拜。看一下有谁开台，带过去。麻子有没有开台？麻子。哦，林南在开台。啊、看一下哦。哦，有一个，等一下哦。你们要去看米娅吗？我觉得米娅也是声音好听的啊。好吧，我们去看米娅的台。我米娅今天玩什么游戏啊？啊，怎么又是那个洗面乳的广告啦？
他是真的觉得我很需要啊。米娅台好卡哦。我们换一个好了。米娅好像电脑不太行，我怕你们会看得太辛苦。啊，找到找到找到，来来来，我们去听美声。找到找到找到，来，我们前往这边。这边是库马台，那过去要乖哦。好啦，大家拜拜。库马台，大家乖哦。拜拜拜拜拜。等一下啦，你们怎么把圣岛这边都聚满了啦？哇，好多人哦、喔！好。